帽子好像凸出来。What's wrong with it now？ 好大一只猴子，所以他这个是什么？他有错这个哦？为什么他要把它罩起来？罩起来。我们直接看涂装好不好？直接看涂装好了。所以它就只有多个号码。欸，它是什么？它是这是什么狼吗？还是狐狸啊？艾尼斯赛车 Redwood。 哦，紫色的。欸，难怪它把它罩起来。看起来这台比较好看啊，一台绿色的，所以黄色搭配绿色也还行。我就觉得上面少了什么东西。引擎盖，这些我就保持原厂了，好不好？是有什么？这是排气孔的位置不一样，比赛级的。就有像电脑主机版的感觉。谁输谁有完名之后的再多倍血战？为什么我的血是无限的？真的吗？为什么你的血是无限的？跟看起来不太一样，差一点点颜色吧。底盘好低哦，轻什么？哎，黑色配这个黄色其实也不赖。哇，碎！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黄色，就是。比较亮的颜色哦，葡萄紫红，你看它有反光，有没有反光的颜色？欸，这还行，还 OK。 刚才帮会的蒸汽在哪里？哦，所以一样是把这个 PA 的字挡住了。 OK， 所以就加上遮阳纸和隔热纸。那这个呢是比较高，没有啦，这钱也是存了很久，好不好？这个我就随便改一改啊，因为我之后还是会出这个改车的教学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大家改一下。车厢是改什么？是改前面的。漂亮，其实要改的外观其实差不多啦，哦，就是除了一些装甲护具啊，或是一些涡轮啊、变速箱那个我都没有改，我都用原厂的。啊，改一下，看看它到底是有多快啊，没有差多少。好，先这样吧，车子太多了。怎样 ？LP 大大？欸，为什么是原厂？欸，等，有出摩托车吗？有出摩托车吗？看得我头晕了，这是有出摩托车的意思哦。真的吗？这我刚没有看到。没有吧？
说性能吗？性能，因为我之后会拍那个改车的啊，所以哦，并排不错，不错，哎，这可以当封面，好哦，这一定要卡在中间就对了。有点吵，我先走了。哎、欸，飙出飙飙飙！我、哦、突然想要过日，哎呦呀，弟弟，别的车子被撞，不要撞我！你加速很快。超快！哇！哒哒哒！